VP 李逵，看看维萨吉，维萨吉卡尔，看一下，快！这个卡尔出点金锁，而且我看毛子队这边卡尔发育还挺好的，会不会再出来第二个卡尔王？暗灭了吗？还真暗灭了。杰基哥刷的也不慢啊，可是卡尔刷的也不慢，这卡尔马上 A 张了。Radiant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 No. 但是卡尔就差100啊，李逵这边已经开始推了，开推起来了。1-1是吗？我不推荐你们看我直播间了，你们得去看一下，我觉得你们得去看一下这个，你们得去看一下这个什么，你们得去看一下这个比赛，去骄傲直播间看一下吧，比赛要看的，这比赛我觉得有必要看啊，比赛真的要看的。1-1了，李逵打这个什么，李逵打这个 VP。Radiant structures. 我场内 OB 没有周啊，没有周神啊。好吧，我强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周神，雕哥的解说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，朋友们，该看的赶紧去看，强推，好吧，周神的解说，冠军解说了解一下，真的该看要看的。我不解说啊，我只是看一下，看一下他打。哎，你妈个逼！中单船长把这个昆卡要稍压炸了。这昆卡好难受啊！妈，李逵的这个中单好屌，就根本没机会往上补刀，上来就是两斧子 A 两下，上来就两斧子 A 两下，我靠！回来被控死了。哎呦我操 ！BO 五是吧？一刀，风铃在追大耳，一下子打死，船长也要死，还有我。Radiant's top tower is falling. Ha! Regeneration! Hi, Isha. You can't do this. 2-2, 决胜负啊。不过我感觉VP 要没啊 ，Miracle 这个 Miracle 这个 TA 打的，我靠，船长没得玩啊，摁在地上打，这个折射，我靠，哎不过，哎船来了，没了，萨尔狂大，毛子还是有点希望，后期美杜莎一姐加这个船长。一点不虚，我是真的感觉不虚李液体啊，不虚李逵啊，李逵这边维萨奇马桶哥的维萨奇，我感觉打这个美杜莎潮汐还是有点困难的，先不说美杜莎潮汐，还有船长加萨尔，他这个框大只要框到维萨奇本体，而且还是带这个 LE 沉默的，还有一手石化，他那个鸟只要被石化到两下拍死 ，Miracle 刷的也很快，船长要被鸟，一边一波吧，一人一波，水神都开出来了都跑不了。
遍，但是 Miracle 没有人能救啊， Miracle 魔爆点数太少了，娜迦还差点被这个天怒杀，现在就很小鸟还可以拿回过来了。啊，不是，他们职业这个辅助是不是蛋疼呀？我靠，打一波团，我就看两边的这个酱油疯狂互相嘲讽，我操！啊！哎，铁又被秒了，跑都跑不了，就慢了，躲不了了，真的太慢了，而且还被递回来了，跑都跑不了。搂住！我操！哎，不是，他们这个 VP 和李逵是不是对内对这个中单有矛盾啊？啊？这个 VP 也是狂杀对面中单，然后这个李逵也是狂杀对面中单，抓着对面中单杀，谁都没死。啊！刚才我就看这个 Miracle 死了，然后切回来一看，那个昆卡又死了，我靠！这个 Noah 打不过美杜莎加潮汐大，我操，龙直接被清了，初始的这个地狱火都送了，船长船游这个船在好厉害啊。女火的盾漂亮，那他死过的墓地高地了，漂亮，潮汐跳大跳了一个潮汐大，兽王被秒了，女火 double 补没有盾，大家开大段后排口大，漂亮，一个就开起来两下秒了，李逵赢了，哎，李逵赢了，不是，李逵赢了呀！哦，还不好说，还不好说，大家买活出来了，大家把 Miracle 递走，开 BKB， 一秒，真方被打出来了，船长在秒娜迦，但是伤害不够，没有弩炮，伤害不够秒的，出了一个天堂之体。是要被破了呀，萨尔死了，留不了人，先用阿诺斯给大云龙再接手，兽王又把大给到我们美杜莎了，推着棒救一下美杜莎，没有，完了，大家抬起来，兽王直接被定到美杜莎骑也不多，但是美杜莎没蓝了，过一下漂亮，天堂没天堂吗？天堂给上，接着打一下，这个被秒了。哎，马桶哥，月可以买出来了，就拼这个高地，我就是要打你这个高地，买出来打最后一波了。妈，这么激情的吗？啊，不是，这也太激情了吧！我操，永远不打的话，那家只要在后排不死。结果会完全不一样，刚才那波如果把娜迦秒了还可以再拖一会儿，船长开水船，娜迦开大技术被沉没到，完了兄弟，完了这没了呀，打两波让娜迦疯狂再切，卵都被秀飞了，